那个跟你说等你啊，等你啊，你那个喊你兄弟啊，啊，你兄弟，他的那个就是啊，你们就是哪说的啊？你关心的啊，你懂你懂，我也等你，我进来，大家都安排好啊，你赶紧啊。我爱听人家，我感谢我朋友，你去打卡，就从那边去，那边早上，早上来，来支持，你去那边出来，你那边好不好？我连夜回来，来我前面，哦，谢谢我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啊，我们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大哥，输赢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建议，咱把我们重要，把我们经济抓住。啊，你那那什么的，你那什么的，我是在家里，下午，下午，啊，这样子嘛，咱们建议，咱们把我们经济抓住。我是说，啊，希望我们的经济抓住，那你们就，啊，这小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请谢谢